今天才不会不会，还好，等一下我弄个大包。那我现在还没有上。晚安，卡丘，晚安，上天，晚安。怎么电扇掉下来了？Hello 九蛋晚安，洛瑞夏晚安 ，DJ 晚安，八给晚安，天天晚安。先讨牌牌，为什么？怎么了？怎么电视还好吗？还好。为什么会有复评 ？Hello 海豚晚安，托姆晚安，杨红晚安，晨晨晚安。什么时候感觉都歪歪的？米笋晚安，一轮才经过。你不是说你会到最终回吗？今天说蛮多话的，真的吗？没有很尬，可是我觉得我，你知道我一上去讲，然后一轮就说，我说哎、欸、你好尬、哦，我就，哦哦，对，黄一。Hello， 阿龟晚安。然后你知道不是李尚廷赢吗？然后他一上来，他跟我拍手，他说：“我说你要比什么？”他说都可以。我说你要不要什么？他说我没有凶你，我真的没有凶你。然后就说不要抖啦。然后他展开了，我说你不要抖。对，就很好笑。被取三号工作人员叫话是会一号出现，一号出现是吗？突然出现，一号是谁？谁是一号？现实是残酷的，没差啦，没关系的。哎、欸，我这熟人才会叫全名哎、欸。谢谢保护队，谢谢变成新人送的枫叶。这什么歌 ？Lucky Seven。谢谢 DJ 送的枫叶，哎，我有枫叶了是吗？有点开心。Hello 博翰，九蛋晚安，北海诗梦，去看一下。Hello， 等下有点不相信吗？什么东西？没有，因为我就觉得有吗？有吗 ？Hello 健健，阿东晚安，卡丘晚安，前天五周年，他现在不止一次是。哦，先不要啊，那个真的很丑哎、欸。超好笑，没事的。而且其实我听到对手说要一路出简单，基本上就不。真的，他真的出简单。只是不相信啊，真不相信啊。Hello 塔瓦哥，林 NJ 来了，遵守健健的宣导来看直播啊，谢谢你，健健晚安。Hello， 塔瓦哥，哎，今天不忙吗？今天不是父亲节，感觉很忙，就是今天感觉餐厅之类的服务业感觉很忙。吉米晚安，切尔东晚安，念念晚安，新野人晚安。脸变圆就那么一点，我哪有变圆？我真的没有变圆，只是看起来因为口罩很大，所以会看起来很圆。Hello， 草莓酱，没有尬，没有尬，应该没有尬吧？听说。很热，凤茶茶凤 ，Hello， 你看，没有，我是觉得很好笑，没有，而且我今天真的是，我今天有画腮红，我平常画。你真的想到一个傻掉，你都跟你比了。我刚才已经吃过一轮饭，其实我觉得好像也不够，因为我今天没有吃午餐。我今天从我妈从台中开车上来的时候塞了四个小时，超级造很咖啡。没有哦，调空气，按楼冰哎。天上你说什么都是对的，什么不要听他的，就请听他的。阿 Kira Hello， 我妈现在要玩那个
健身环，他自己买了，然后就说，哎、欸，我要买健身环，然后买了之后都是我跟我妹都玩过一次，然后都没有再玩过，就摆在那边。功夫力量 ，Hello Only Elf， 健身环，对啊，谢谢啊 ，Kia 送我枫叶，我好感动，我就很枫叶，是那个吗 ？AKB 的那个枫叶。Hello， 花生糖。Hello， 晚安，谢谢 Only Alpha。五师弟，我先买一个坚持一下。感觉不能坚持很久，要真的有那个，有一个坚持，一个就是啊，可能我要干嘛干嘛，在什么之前要减肥成功之类的。谢谢洛林笑送的枫叶 ，Hello 毒蛇 ，No， 伊塔，嗨的没晒一下，还有晒啊，还有晒啊，我有收到照片。谢谢保护队分享的直播间 ，Hello 黄鱼。Hello， 小姨，傅伟，晚安。怎么需要减肥？我没有减肥，不是我要减肥，应该是别人。我家另一个女性。对啊。我讲得很委婉的。没必要，没必要。对啊，没有必要啦。Hello， 伊恩，好久不见。玉安，晚安。Hello， 阿凯，谢谢分享直播间。Hello， 宝晚安，谢谢晚安。妈妈要减肥，她自己讲很久了，说要减肥一下了，然后讲了很久，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付诸行动。可惜没有抽到彩券，真的假的？我有看到你，那就借一点肥干了，不要。谢谢照片吗？不会，我觉得拍的蛮好的，不会吧？其实，本网友来，其实我现在还是很多人没有认出来，就是长什么样子。沙友是沙友 ，Hello， 浩浩晚安，妈妈加油。吴一凯，一凯晚安，大虎哥晚安，相机有爱心 ，Hello， 钢铁韩粉。阿贵 ，Hello， 神隐地狱，但变有点人性真相，为什么？就是胖的比较人性什么？应该没有吧？有吗？还是真的有？还不少。好啊，好啊。谢谢 Joyce 送的荧光棒。叶之南，葵是葵吗？那你看着上镜，你看。洛瑞一下你是几号啊？你是五号对不对？五号一二三四，怎么办？我认不出你耶，怎么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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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有跟你比我这边的镜头，真的假的？怎么我认不出来谁是谁？哎哥，不行，我下一次活动我一定要认出你。你们现在是可以写的，说我是谁谁谁 ，E N 的 Dan， 谢谢花生糖送的枫叶，浩一晚安，景庸晚安，等下照片出来你就知道，好，好，你手机在，看了的三号就第一个不见了，哦，你站是站我们正前方的，我刚刚是看到你是说什么？一号位，秒成 ，Hello， 你不用，你不用，我知道你是谁。特鲁加 ，Hello， 我本来想要觉得塞在说出不是走到那一步，我没有看你，如果你倒下，我就认出你是谁。今天吃布拉西粥，今天有出布吗？
没有，我今天出剪刀，我很遵守约定。还好没下雨，对啊，没有下雨。对啊，如果下雨就很尴尬。鱼尾狮 ，Hello， 浪客61 ，Kevin Ray 晚安，小鞠晚安，怎么弄？让你们认不出我来好了。想起一个太羞耻。如果你，但你如果真的帅的话，可以很酷哎，就是大家都知道你是谁。报到再回来，好，报到，哦，报到再回来，好。中勋晚安，你们还互抢什么啊？之前说我运气很差，可能走不到最后一关，然后结果一路闯到最后一关了。Hello， 季风娘，坤坤，怎么了？你把电拆下来是吗？Hello， 旅馆，我去问那边。喂，超怕是吗？如果我真的出错，我真的会变全。可是我一直记得说我要出剪刀，我要出剪刀，我要出剪刀。Hello， 家手，米小琪。Hello， 雨安。你会闪。从这边呢，哦，掉下来就很尴尬。谢谢玉安送的掌声鼓励。你干嘛？还好今天不是大美女。真的，我一般真的很尴尬，应该会爆笑。不行，我不能让这种情况出来。现在才吃晚餐，没有，我刚刚吃一个便当，只是因为我刚刚思考说我到底要吃粥还是要吃便当，所以我发现另一个便当看起来很好吃，所以我就两个都买了。想吃的东西就是都要吃啊。谢谢柳晨送的掌声鼓励。都是小吃，吃小粥，都吃的、啊，而且应该会直接爆笑蹲下去。不行，没有，就是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不然太尴尬了。文森 ，Hello， 小朋友才多少钱？对，都要啊，都买，就慢慢吃嘛。然后全部人都说哇哇，然后就很尴尬。我说不然我要说什么？要怎么让你出来？哦，啊，很好笑哎。然后我那时候尴尬的想说，怎么办？我现在要说什么？我发现我现在猜拳，只要你留到下一次猜，胜率会比较好赢哎。我发现这件事情，就是今天拿到了礼物，下次再猜。因为我上次也是这样子，然后就都有中。八点了，投票，快点，哎，还没9点，不好意思，没错，哈哈，啊，你今天有投了吗？八票，先投八票，等一下9点要投那个。Part time， 就合在八票，安利一波，邪术，什么不行啊？可是那太尴尬了，这实在是西门町，然后有很多路人，然后路人就很问号，就什么？真的问号哎、欸，这真的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不行。我那时候我一开始我听到我跟玉云的时候，我有点吓到哎、欸，
因为我一直以为我会跟那个七七，结果没有，有点意外，因为我想说我们同一组加会一起，结果没有。丰富吗？家里面也只有菜跟那个而已，菜跟那叫什么油条，然后不辣。这边小姐，对啊，陷入苦战啊，现在陷入苦战。我一直很犹豫，到底要投给谁，就是我们亲戚的要投给谁，就不知道该让他上去呢，还是要维持住呢？嗯，阿丽那场赢的怎么办？就是跟那个玉拍照。不行，太尴尬了，不行。敬业大叔就太难找。我今天走一个尬尬直播，哇！我今天到10:30，输了下海一直看我，真的吗？好，先去忙。Hello， 快乐爱。嗨嗨，这是什么表情？这只是什么？是熊吗？先看两次，对啊，我都是直播，永远都是看两次，几乎的，这样讲话。谢谢今天大树上的枫叶，好棒，有枫叶。谢谢保护队送玫瑰，今天我看到了，好吧，谢谢。阿罗瑶，四月晚安。怎么办？我觉得发现现在反而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讲哎。今天要聊什么？有点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今天直播，我刚刚有想说要聊猜拳，可是我现在想不起来我要聊什么，好像我也不知道聊什么。第二分钟就好多气点，多气点了。看到谁？看到谁哦？抽奖是你是站在左边，我们的左边是吗？你聊便有话聊。什么歌？小酒窝，等一下哦。
用卫生纸吗？谢谢。也是。你在吃火锅？你在吃火锅？真的假的？你在剧场是吗？我喊，我喊是没有中那个，中谁了？喊什么？想移动移到哪边？没有，你在睡觉。傻眼！移动到我右边。哦，在我右边就很近，在就旁边。Hello， 人好。你吃晚餐了？我在吃晚餐，第二个晚餐。那你看到是上品这一餐，有很多挤不进去吧？我也满满的。萱美 ，Hello， 相互吃播，你在吃火锅啊？如果我是我同学，然后我看到同学在直播，然后全部人围一圈在看同学，超奇怪的，天哪！看到上品跟你猜的时候。他说有什么想法吗？没有，我就觉得哦，居然是他 A 吗？因为我那时候他一直说他应该，因为他说他猜拳运气很差，然后说他可能第一轮就被刷下去，然后这样到最后我就居然就有点我不知道怎么讲那种尴尬感了，但也还好，就我也不知道，一是想骗拳想法呢，骗拳吗？这样更尴尬哎。什么灯光颜色很奇怪？同学这种捧场，没有，我同学我看过两个来看我直播，然后就很尴尬哎。Hello， 秦雄希恩 ，Hello， 居然是上帝，又尴尬。你不知道他去忙？反观一直夸口会赢的是一人说，你说。各位粉丝，不好意思啊，安安决赛见，第一轮。Hello， 陈阳，甜点之类的，那可以算甜点吗？在整拼，在弄拼。哦，恭喜同学，下一轮，一轮有需要不要？没事，你是在明年那边是吗？什么？你撞到了？没有，我在车上。哦，他，我来跟你讲解，就是你先放在这里嘛，然后这个打开，然后你的线就可以这样穿过来，懂吗？是不是设计超棒的？好羞耻，没事啦。其实是大概让，真假的？你们先说好是吗？已经被记住了吗？是吗？是吗？是你吗？是吗？你线设计的还不错。你说那个吗 ？Switch， 我觉得它设计的超棒的。是没有被让，其实是认真那个吗？认真猜疑，李宁的七号啊！哦，难怪好像有看到相似。再换一首，巴卡斯将军，这是谁 ？Hello， 这是谁？你都出石头，一路石头，然后最后赢我。然后听到的人，我还是输了。什么？你是三十匹石头？哦，对啊，那很夸张哎。然后海赢，好好笑。
小叮当赢了。卡了一下，我要充电了，我要充电了。你是连到我网路？对，你的手机，因为我现在两个连线，所以一轮好紧张。你说跟我的时候吗？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有两个连线？哦，对。那你帮我拿一下充电线可以吗？谢谢。两个小弟的财鼠。充电线。地上，谢谢。捏扑细胞，单细胞是吗？你的前一轮。你是跟谁拆啊？为什么？今天冠宏是不是没有来？是不是第一个只出台的总裁选一个？很厉害啊！让你真的假的？谁？喂，前一个是蓝啊。哦，居然吗？可是我有点忘记长相，怎么办？我记不起来。记不起来之后才能盖过，记不起来。你今天眼睛是比较大，有吗？可能我今天化妆化比较重。我们光线啊，怎么弄？这样。我是正常粉丝的。Hello， 泥巴虾。你真的很紧张。少女真的很紧张哎。真的好笑。我也是明天去上班，看看什么，你这样对不对？好久不见，命 ，Hello， 命晚安，谢谢命。一步石头到位。对啊，我刚才说你要比什么？没有讯号。没有讯号，没有，你要转那个啊。直播超快，就是厉害的。然后，他说要比什么？我说你要比什么？他说都可以。我说那你要比什么？他说那比爱心。然后我就这样，然后他就这样抖，狂抖哎。Hello， 祥玉，祥玉。Hello， 杨雄，杨雄下去啦，超好笑。Hello， 超好笑，不知道谁喊超大声，杨雄下去啦，然后你就真的下去了，超好笑。天哪，配菜的白饭。 Hello， 鸡翅羊可以晚安。杨雄好伟大，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很好笑。配合一波，你就问他出什么，然后你就输了。第一个不是我，还好今天没有下雨。对啊，因为我那时候看气象预报，然后天空都灰灰黑黑的，我想说完了，等一下会不会下雨？你第二个喊的，
保罗是吗？不然杨秀佩我就白搭了。嗯。连续击败你小弟，那你没有说好吗？就是真的实力是吗 ？Hello 青苹果，杨雄100分。Hello 普木普木普丁，国树晚安。大哥，明天要报仇吗？我听了很多次，我就试哭了，然后还有我就尬了，很烦欸。那是上学时间哦，虽然没有说好，居然，我就全部接到，反正输了。都你喊的，都你喊的。好的，不止两首还在喊啊，不是听到我就试哭了，我就试哭了。我一来就说事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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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罐头，真的真的，国树来吗？没有，耳朵好怪哦，还有中东人，我跟上大家话题吗？说是这两只只能出剪刀，那上体就没有拳没有指头了。你猜我有没有去啊？你是没来，你有喊，超实用，有跟上。对视通，哎呦，我没有在呛你啊，应该挺安心的吧？就是是认识的人，就这样。等一下哦，亮多了，亮多了，这样好，这样好。没有去，因为这场没有这么多人。对，也是我厉害，这些人要出剪刀，他说你要出剪刀，你要记得出什么。话说你们套路都是剪刀，给人家傻眼了。什么啦？什么套路都是剪刀？没有。那记得他肯定是抽，我真的会抽剪刀啦。不过我当时真的很尴尬，如果真的超级尴尬。玲玲袜子好可爱，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有时候真的蛮像是腹黑，对啊，我讲话很直接，那连连其他人都这样讲，为何尴尬？就真的就是这个活动就是要赢，就在让粉丝赢嘛，然后结果。赢的袜子，然后就是如果我赢的话，就也不知道怎么办，就粉丝也不能拍照，就这样。不是你哦，不是你，你无视。姐姐说可以，你们要怎么样都可以。习以为常。Hello， 小茹。巴卡斯将军，这到底是谁？对啊，不会怎样啊，因为大家都会吧，就是好像，为什么我觉得我最近浪 life 那么卡？遇到手可以猜，应该不会有下次吧？因为下次你若有下次，应该不会找我。只能太熟啊，倒忘的灵魂色。
我是黑色的，然后有爱心。还有凭什么？没有，是我这边很卡，就是我留言有时候卡住，画不动，或者是成为无语影迷。嗯，怎么了？没关系啊，就让他点。看手加爆笑，九二十是还没，不知道哎，搞不好有。压9205，为什么？为什么压这个日期？年龄太紧张，这种麻烦开导他，开导他吗？这，可是我跟他都不会遇到见面，很久没有见了。然后今天你超好笑，我因为他不是刘海剪吗？然后我就说你怎么剪刘海了？我说哎不，我说我为什么我哎我讲什么啦？我说我为什么突然剪这个剧的啊？好，谁是谁？尴尬就很尴尬啊，坐下啊。很说感觉也很这样子，因为我今天腮红涂很重，然后。你知道我整个回去之后，我整个背都是汗。然后我跟他讲，我说你，我说我问他说，你为什么剪刘海？他说我为什么不能剪刘海？然后我就怎么我现在是被呛吗？然后我就说没有，我就是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剪刘海。他说我为什么不能剪刘海？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呀、啊。应该是第一次出席就好。对啊，第一次。嗯，过历年考试那种还才有第二次。有一个女粉，接下来整个是红的。我今天那图很重哎、欸。这个，妈妈，好酸。是你整个被呛爆，是不是？然后我那时候很尴尬，我就怎么办？有点。我要怎么回答了？这种感觉，习惯治疗。不是，他就没回答我问题。我说为什么你要剪刘海？他就说为什么不能剪刘海？我就好的。今天眼妆感觉不错，真的吗？谢谢。你怎么要看我一下？我看看有没有很重。掉了啦！你知道我口罩上一直都是，要尴尬一点。啊哈哈，衣服也很远，对对对，然后还有我瞬间我觉得好尴尬，怎么办？因为李宁他那时候是直接喊那个嘛，就是说剪刀石头布，然后就有人他说再来一次，然后那女粉原本是赢的，然后后来他就输了，然后他就有点傻眼，然后我也傻眼，大家都很傻眼，就不知道怎么办。不能播，忘了，哎，十月生日，真的吗？居然，我是10月9号生日，大家记得吗？要记住哦，我是10月9号。累，那个粉丝记得，那是谁？柏林的粉丝吗？幺五 ，Hello， 你也普系吧？对啊，我10月啊，我生日放假耶，超棒！你好像忘记耶，记住，给我记住哦。我们记得就好。对，记好，我是10月生日的。为什么嗨天雪不能播啦？为什么？他好，怎么会这样？嗯？没关系，你换一首好了。他自己跳耶 ，Oh my god， 他自己跳完了。等下我的电脑是有问题，忘记了，今天是第一天知道，没关系，期待圣诞题，应该不会有吧？我以前在二期这也没有圣诞题，这没天秤座，你记在小本本上了，赞哦。
AK 版有收听的部分，不是是 YouTuber 哎、欸，我刚播播，然后他就这样，噔噔噔噔，然后直接到最后，然后转下一首歌，我有点问号。哦，对，他转完了耶，他在等，跳完重来一分钟、三分钟、五分十九，他播不了耶，他坏掉了，他一直往下一首歌播，好奇怪了，他好像播不了，我重新看，奇怪了。飞鸿 ，Hello， 哎、欸，我手机又挡了。你就说先不用连麦，用麦，用麦吧。直接把我排除在外。嗯、我被忘记了，很热。什么？因为这灯很热，卤素灯。我居然被忘记了。人任你处置，没关系。跟他说我你要记住就好了，记住就好了。哈娜，听一下 ，Better， 请你对他上下其手，上下其手吗？上下其手，没关系啦，没关系。没关系，如果被记住，我会很开心。我再来试一试，看可不可以播。Hello， 朱莉恩，我也觉得。就感觉好像什么东西。Hello， 田中，因为他把你排除在十位之内，请尽量惩罚他。没关系，没关系，记住就好了。欸、他真的坏掉了、欸，怎么这样？哦，我知道为什么了啦，因为我刚这个水果一直压在他上面，所以他一直没办法过。怎么了？太搞笑了。然后他就一直往下一首歌跳，你知道吗？就是你逼他。我想说，我电脑坏掉了，应该要换电脑了。电脑坏坏。先生，好，没关系，不会忘。好啊，好啊。Hello， 干旱。变成，谢谢你。Hello， 这样来回会不会很累？来回吗？你说台中跟台北吗？水果，水果。我刚刚压在那个，你知道那个吗？右键不是有个箭头，然后我就一直按按，然后还在就这样。那个，对我有很多放假，我真的非常开心，就是而且有时候还补假连假，而且我像我这次的身体放假，太棒。不行，等一下我还没有吃完我的饭。送心理视野超谢谢欧颖 Hello， 谢谢田中送我的玫瑰。没有，我现在在台北，我有点后悔我今天把直播拍这一天，因为如果拍这一天的话，这样我就因为我想说我没有想到说我今天这样就可以直接回台中。明年的圣诞节未期待，我希望明年可以设计。谢谢飞宝送我的枫叶 ，Hello。应该没有吧？因为其他二十岁也没有。有想过什么事情？没有。我就可能送，
我也会弄啊，就是能穿出门的设计。因为如果我觉得，如果在上面写周家三个字，当然很奇怪。放自己的大腿很奇怪，就是感觉要自己设计一些图案。谁都不能穿出门呢？谁？我应该设计吗？我会画一碗粥在上面，这样很奇怪。二喜不是没有，对啊，二喜没有啊。见面正面事故，背面尬面了。队长，哪有我家队长？他的明明就超好看的，那个可以穿出去。今天是谁穿他的？我也相信我应该可以的，虽然我的美术不太好。Hello 屈原，杨雄有穿。是杨雄吗？反正就是站在我们前面的一个人啊，好像是欸，好像是杨雄欸，是吗？就带一只鲨鱼啊，对，好像是杨雄，对对对，还是其实不是。你讲的是同一位吗？应该是吧，就是他有他三面徽章都有，就是那个会员场的那个徽章。他三面都有，然后带了一只鲨鱼出门，应该是吧，应该是吧，还是我把定位搞混了。不过我每次拍照的时候脸都好大，你再看脸就还好，蛮小的。而且我现在瘦脸是靠脸，应该就是，对不对？那我今天原本想说我要订火锅，我要去吃海底捞，结果呢，我要订的时候他就说我们现在已经都预约满了哦，然后就好吧，没关系。一样瘦吗？真的吗？姜片吗 ？Hello， こんにちは。晚安，听首歌，阿翔。嗯。想起来，我们最后哎，不用，下次见面应该是那个吧，那一堂什么？暑假作业写了没有？暑假作业吗？应该没有作业吧？应该没有吧？对吧？对啊，我刚刚吃完一个便当。
作业吧。我有看到什么什么学生阅读心得一千字那个，就是中学生网站的那个作业。可是呢，我好像看到我们公老师没有提起这件事，我想说应该不没有了吧，应该没有这件事了吧。什么时候要抽？还是没卖票，卖票了吧。它的空白，你吃好脏。因为我现在不太敢大口吃，这样。哈。啊。我不敢大口吃东西，因为我现在那个骨钉啊，我打那个骨钉啊，然后呢，到现在这里还在痛。就是这边吗？它那个钉子一直在戳我那个伤口。我那伤口也很快好了，然后结果呢，其实就是可能讲话讲讲，然后他那个洞又开始被戳打了。我有豆花吗？没有啦，没有没有没有豆花，今天没有买。他都带带什么？嗯，我那里吃饭。他乐工程的骨钉，对啊，就是牙齿的骨钉，因为我牙齿有点小歪，然后医生建议我说他觉得可以打骨钉就拉骨，因为他说他可能觉得说我的个性以后可能如果没有做的话，可能在未来我还是会找他做，所以他觉得说我现在做做比较好。可是我觉得他其实是想要赚钱，因为对，我牙齿没有很正啊，它有点歪，只是我觉得，我就像现在牙齿上有很多反射，等一下晚点再说，等一下哦。整个人都很，不要这样。为什么现在就这样？对啊，我现在打的。对啊，就是这样。好痛！那烫到我还是夹到我？好像是，好像是夹到我哎！我刚刚电脑夹到肉底下。小玉，医生说死了，对。打骨钉要花多少？一根吗？三个零。就是我觉得他很喜欢赚钱，因为它就只是一个小手术而已，然后一根钉子他把它转进去，然后就这样。什么？你骨钉一包起？不一样啦，不要这样好吗？晚安，古早味。我喜欢这首歌，很好听。这是我喜欢的悲歌。真的很贵，对啊，又没有，他也没有健保。咿呀呀呀，医系那么热门，热门吗？可是考不上啊。我说我。
等下我要怎么下载这个文件？田中分享直播间，我当年也差点上游戏，大概差几百分吧。我觉得我可能连边都碰不到，对啊，我一定碰不到。我想想。谢谢落日一笑送我幸运四月草 ，Hello Sikumaki， 谢谢你送我幸运四月草，我手风不好，不能当什么会做哎，真的假的？现在不是用那个吗？扫描的。谢谢海豚送我枫叶，没有让过没有，不要这样嘛！算哎，我那个啊，学校模拟考啊，我发现好像已经考得有点惨。可能可是因为我好像没有很认真在写，所以不准。八月。谢谢空白送我看好你们先考一场护理系。劝退？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被劝退？对啊，我也考不到，因为我数学。真的是数学，真的是数学白痴。Hello， 原文书看得懂吗？先不要，先不要，真的不行，有点长而已吧，那还可以啊。他在旁边，小白说，就说啊，其实不会怎么样，对不对？哦，你看吧，你看吧，哦，就哦，好。当医生要定几条烟？我不行，我不行，真的很迷数学这科，不够细心。天哪！啊，的历史不是，我没有，我历史还好啦。安妈放弃了吗？你放弃了？不会啊，因为你是那个黑马型的。你误会了。因为还有一年半。没有，我跟你讲，我就是你知道吗？像我当初在考会考的时候，我那个数学，我原本考 C， 然后考 B， 然后就 C， 我就后来就我要去补习，不小心考到，不是不小心考到，我是真的就不会写，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什么为什么怎么考，就是对，然后我就说我要去补数学，这是我第一次人生我说我要自己去补习。对，然后还好最后有考好了，虽然花了一点钱，但也没有很大。但是公民没有，公民蛮好的吧，应该吧。对，我记得好像不小心考了 B 加加，对，然后差一点就 A 了，就是很夸张，不小心考太高了，有点害我现在分到班级数学好像有点强。六年时间然后压一次啊？没有，这是没有这个事情。欸，然后听说你们今天就是今天的你们的叫声跟不是今天叫声啊，你叫什么顿号冒出来吧，就是听说你们今天没有像上次叫的一样大声是吗？就是帮忙喊，就是一拳定胜负减到十二步，听说听其他姐姐讲，
叫声，我们怎样啊？你没有帮我喊吗？他在跟我讨论题目说，没有啦，没有啦，你误会了。你在看什么？这不上次看过了。你也觉得有点干？你说今天的那个吗？话题啊，不是今天。好，不要跟我拿我跟学霸比较，我就真的不是学霸，我是天才型选手。因为很多人直接就剪到手部了，没有太好哦。我是前面两次，我会一开始我会喊说一拳变身剪到手部，然后后面就太，大家一直重复参与，我就觉得啊，那直接来都剪到手部。不读书选手没有不读书哦，啊，我也不知道哎。直接进入主题，不然我也不知道讲什么，就是这样，对，就这样。雨晴的第一轮还忘记他，那是谁？是那个吧？没有，就是那是李明好，就直接剪到十二步下去。他太紧张了吧？赶快叫小伙伴，不是啦，就是一起喊那个。比较少主持街头活动，嗯，对，通常比较是那个队长。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忘记喊，没关系，我就自己喊了。对，我自己喊，我自立自强的自己喊。我知道了，我就是因为这样子才输给我赢。不要怪其他人，怪玉仙人他们。哦，剪刀手什么？哦，不是吧？就是看有没有蕊，对啊，就是有没有蕊过，我都直接来的。这样就有点小尴尬了。而且跟你猜说你脏嘛，啊哈，你真的很好笑哎，超好笑的，可以感觉到你就整个人在发抖。上次有先说要大家喊什么呀？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你要晚年健身环了吗？他不会弄到电视上去。因为你们要转到那个吧 ，HD 什么的之类的，对啊，八朵一张图，对啊，他也会还现场，所以我们都好冷静哦。忙着拍照，很多人都是，我就看到前面一堆镜头，拿到水。抖婷，抖婷这是什么名字？超好笑，就全部人就说一个呀，一个呀，超好笑的。来问一下哦，有人记得我上次直播播什么吗？上次直播是我没做什么事情。破音又发抖，音破音。想问一堆人还是我姐姐，真的很多人哎、欸。嗨，你比中指吗？真的假的？上次直播摔笔电。哦哟，不是啦。啊，上次哦对。
我也失忆了，反正我们去中庭。很皮干嘛呢？没关系啊。啊，好，好的。对，常常突然很卡。然后就是爆掉掉的哦，汉堡，对，我还记得汉堡故事，超好笑的汉堡故事。就那个同学啊，因为我跟我同学，我们就有点害怕他，所以我们现在下课一下课就跑掉，然后他就跑去找别人了。他上课他一直看着我，然后就可能老师什么讲很好笑，然后我就会笑一下，然后他就在看我，然后就想要跟我说一起对抗小鱼，我一个人默默转掉，我真的觉得很尴尬哎，就是不懂。哎呀呀呀呀呀！其实我很讨厌陌生人跟我借卫生纸，然后他就跟我借卫生纸，我就说我没有卫生纸，可是我真的没有卫生纸，觉得诡异，很可怕哎，就是。你知道吗？突然有人来找你讲话，宇超 ，Hello QQ 男，因为其实我在班上就算一个小边缘，是，我有种自愿当边缘人的感觉。然后你们知道吗？他不是你的粉丝呀，他不知道，对他不知道，他不，哎，他不知道吧？可是我好像以前选修课有跟他讲，好像知道这件事，但是好像我没有跟他细讲，他应该忘记了吧？他应该不知道。是耽误我学会了，他应该不知道了。对，知道的只有我们老师跟我很熟的同学，可是其他班好像有些人知道，就是现在重新分班嘛，就是然后就其他班来我们班，然后就现在是这个班同学，就我班还有追踪我 IG 这件事就很尴尬，太尴尬了，就是没有很熟的人追踪 IG， 居然同班陌生人，对啊。你知道一个班级总会有一两，就是说你从刚开学到你要毕业的人就不会跟他讲话，一句话都没有。同学跟你说话不会觉得奇怪吧？可是我不想跟他讲话，自己讲。小猪 ，Hello。因为我想要低调，可是我觉得我们老师感觉很，不知道哎。就我请假的时候，我朋友在旁边，他们没有，就是。我说我也想要请假，然后我老师就说人家是有工作要去忙，你不要乱请假，然后就可能讲会大事，我就吓到。挺正常吗？有吗？那有正常，很正常吗？要跟梦辰一样当成员看直播，当成员什么？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党同学，那个 AKB 真假谁？对，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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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在学校真的以为我很低调，可是你好像很多人知道，怎么会这样？因为我那天去学校，就是我下午要请假，然后我就去学校那个生服组，我要去给他签那个临时外出单，然后我一走进去，然后他就看我，他说你要去练习哦，我就哦，对啊。超级尴尬的，我就想说你怎么会知道呢？有偶像学生很骄傲，很酷炫，辛苦了，不会不会，爱尾鱼，尾鱼 ，hello， 差一点就可以得到拍照，什么感想？我好像中直播，我看我同学来看我，我就装没事。我还看到我妈朋友来看我直播耶，真的，你朋友每次几乎都来看我直播，真的，对。他有来看我直播，阿慧，真的，
他而且他还用本名寄来，然后他会发现居然是本名，他还偷偷改掉名字再重新寄来一次，然后他就以为我没有发现这件事情，超好笑的。刷痕就很能形象，也很低调。哎，我没有，我真的每节课我都待在教室里面，然后我都不会跟其他人讲话，很低调，真的很低调。好，你好，一起加油。对啊，直接讲阿慧，阿慧才不会那个被发现是谁。发 ，Hello 发，直接用本名啊，本名吗？空白，哎呦他们，然后他就可能觉得没发现，然后就我就好没关系，假装没事，不是那个阿慧啦，是他名字里面有一个慧而已，然后就直接这样叫比较方便。慧你好，你后面什么名把脚都穿？马脚吗？这脚大家怎么放比较舒服？因为我就觉得这个很卡，因为我觉得地板太严了，然后我要这样放，然后这样子就顶在这里。然后就很痛，对啊，因为椅子太高了，然后我的这个脚踝这边就会卡在这个柜子这边，然后就顶在这里很痛，盘腿住，基本上是，结果妈妈到现在还没看往下走，对啊，你还没看往下，你不要说健身，你要健身，健身了很久，脚太长，那我弄不到，一定是脚太长，不是太短的问题，因为我在。椅子上面垫了两个那个，可是觉得这个价格太高了。这个 AKB 家长都在讲说去，今天家长在直播做电视吗？咬金大拇指，这很恶心哎！慢咬，我觉得日本人很厉害一点，就是我今天才跟我妈讲，就是什么，他们的尾音很厉害。啦啦。啦啦，就那个黑道的这样，是 L 吗？什么 L？ 尾音，就他们那个什么，什么 ，Ya lo 这样子 ，Ya lo lo lo， 不会，那可以学啊 ，lo。对对对，哇！对，哇！真的超厉害的，真的超厉害的，我真的不会。我同学在那边，我朋友很好笑，他就在那边练习。他说：“你知道那个那个什么西班牙语，然后就什么嘚嘚嘚嘚，对，他就这边嘚嘚，然后就很好笑。说，然后他说法文，他就嘚嘚嘚嘚，他这边嘚，我就觉得很好笑。”亚洲很多日本国，可是我今天遇到就是，我看那个，我今天在看那个《海贼王》的时候，每个人讲话就啦啦啦啦啦，很厉害。我们有日本会吗？向井莉莉很厉害，真假的？毛良 ，Hello， 谢谢佩彩本方分享直播间。不会，弹射有什么诀窍、啊？可以一边喝水一边练习。牙膏，不会。西班牙的弹舌真的很超难听，你真的语言学不会，我真的没有兴趣想要学。看海贼，对啊，海贼王，海贼王，牙膏。笑死！变成谢谢你们 ，Hello。你果然叫你自己去选是不行的。什么？凤梨，我每次买的凤梨都甜到不行，可是你觉得它就剩下两颗没，我就选比较大颗那颗没。觉得我好像很深，然后就会了。太深。居然放轻松点。
发不到。鸡尾包 ，Hello， 海贼王啊，海贼讲话都这样不是吗？结尾都是什么什么 ，Yellow Yellow 那种。你吃五十收吗？一百收。我刚买才买七十块，有点贵感觉。你等下咬到舌头。怎么到底怎么了？这不是野狼的意思吗？卡了，卡了吗？像是一半，一半团体的野狼。怎么了？很累，运动一下。运动一下就行了。你已经说很多，你知道？你知道我妈她带那个 Switch 那个健身房，她说我觉得我可以做一下运动，然后做到现在已经9:48了，还是没做运动。没卡，目前没卡。文书。我觉得今天晚上应该很好睡。我们今天就是来路上，我们就很想说，为什么明明没有做什么事情，感觉很累？我就觉得很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明明没有做什么事情啊，可是就精疲力尽。等到明天，他明天就我们又回台中啊，工作。今天就很塞车，今天塞了4小时，很夸张，超级塞车。我们今天10点就出门了。1点才到，放弃看星星吧。我觉得还没起来。飞行累，我们现在很累，感觉要回去送蛮累的，是蛮累的。不知道怎么，最近很累，就真的明明没有做什么事，可是就是怎么讲？就累，就很累，就好怕。我会在后面睡觉吧，我觉得。动漫迷不迷？这什么奇怪的节目？你是动漫迷吗？我是。节目还不错哎，好酷哦！一直东西很累。3，今天回去吗？会不会太晚？没有啊，我们开车上来的。孩子里面的笑声，他们自己生性格。因为你看到我很紧张，所以你很抖，你就可以。他自己就是你这样，你就这样，那我就说你很抖。新企划，好酷哦！没有修，我真的没有修。谢谢傅来送我来，天哪，同学有不懂的事情。到底今天干嘛？上庭不要动，等你出去晒太阳。晒太阳是怎样好笑？
晚安怀怀，晚安凶你，凶你吗？那你要开始抖，可以开始 popping。好久没有跳这一首，为什么我觉得命运看守好像就是很久前的事情？谢谢怀怀送我新资料。我现在已经没有口红了，怎么办？现在身上很热，今天很热哎。你要想现在扶你，对，一轮仔下去，通通下去。现在是命运看守是六月是吗？七月没有哎。什么草组歌单没这首吗？嗯？这首不就是安可曲是吗？之前我说很久没有练命运看守。六月底。对啊，所以就很久以前啊，就两个月以前哎。万一上口红，你可以用那个什么美图秀秀把它 P 上去。哎，八月初了，很久没练。没有，是因为这首很常跳，所以不在我的范围内。就是你懂我的意思吧？就是我通常回家会练的，我是会练比较难一点，就可能会比较不熟的舞才会。怎么我这样不行？今天很没要下了，不下了。没有，你知道我那时候在现场，然后就一只苍蝇是在我的脚边上，哒哒哒，我就，老师求着。什么？我这样有点糟糕？不是，没有，我还是会练，但是可能是在迷你汤匙前面这样子，你懂吗？就是不熟的我才会加强练，然后像这种很熟曲子，我可能要先把 half my time 对。就是先放在旁边。各位开一小饼干 ，piece of cake。苍蝇不是，就真的有一只苍蝇在那边一直飞在我脚边，我就跟 AK 讲说，有一只苍蝇在飞。来晚上跟你一起去要去那种，然后我没有换学，所以我真的回家都有练习，只是不是练某些曲。还是多少练的，可是我记得这首。就这首真的蛮简单的，就是其实不用花太大功夫在上面。因为真正的我觉得需要练的是像 Bigger 这种比较激烈一点的曲子，也蛮常跟着跳就是，对啊，我现在我就可以跟着练习，是不是？怎么看来选法文呢？国民舞蹈耶，这一定要会跳的。你说快舞吗？还是比较复杂的，就是像，不知道怎么讲哎，哪些歌需要练？就像这首不用练呢。不是不用练，就是
怎么讲啊，不是这首不用念，就是比较不用不需要担心的，这是比较不需要担心的歌曲，对，要这样子讲。我是觉得跟着动，对不对？这个动作，你在干嘛？在运动。在运动。啊，好笑！在转什么圈圈呢？好笑。这首蛮复杂的，很多人甩手就是在甩气。我当初正学的时候，很久以前这个动作被雕很久，我很久以前不会做这个。哦，这个，超以前超不会做，我都这样。我就这样哎、欸，我以前都这样，因为我真的不会做。妈妈终于开始，对啊，你以后会专心看一下吗？哈，不要啦，不要这样了。我一定。不要这样看着我，会紧张，觉得欣慰。有人说妈妈终于开始变得觉得欣慰。因为要练吧，常常只会忘记。真的，我真的很容易忘记 River 跳。我真的上次直接跳，我是上跳吗？然后我发现我左右方向已经忘记了，就是哪边是先，哪边是不是先。我老师说要用热热当敬礼。记住，不要这样嘛。对啊，像那首就是这些音乐，听那音乐就会跳。超可爱的歌。那这什么可爱的歌？舞蹈也太简单了吧，这是什么？好可怕，只是孩子。我也很爱这首歌，很可爱。那叫《听家长的吧》，不过你爸爸是 C 位出道。我竟然看到照片，天空 Hello， 叮爆，叮到我爆掉是吗？这样我会跳错啦，不要这样。Hello， 朗克流星，谢谢田中送的金星相印和玫瑰。奖金吃鸡赛，跟哪次你看不一样？你说我跳那个的时候吗？星星病毒，好喜欢星星病毒。我发现星星病毒歌词超好背的，原句也好难背哦。转圈。爸爸爸真的很帅，想要签名照，就是会二十一米三，但我也会做三十。你赌吗？不知道会不会有，我也想要有哎，我想要自己的一米三，因为我看到其他人，我就我想要。今天跟那四个像，你说很近哎、欸。有吗？我们有音乐上吗？没有吧。我们只有那个吊饰。我在思考，我今天要不要发文？我到底要发今天？我在想说，我要发父亲节的文还是
还是猜拳大会。Hello 一成，谢谢新人送的 kiss 啾啾，很像你做的、啊、有。什么是内里？没有，好像没有说官方的。对啊，我们一直在讲官方的。不仅仅两小时，一起发。还是我就发一张照片，就说谢谢今天的大家来猜拳活动，也祝大家新春节快乐，简单明了。然后来一张图祝福。太久没发文了啦，我有。怎么办？放头了，放了在台中。然后这首歌前几天我才发现，原来有它的脚是有规定的。不行，我没发，我没有照片。我想这个动作哎。哪个是蔡开始举手？哪个字开始举手？你这个吗？等等等等，右左右。一，右左跳。你没有这样了没有？跳跳跳跳跳，右左右跳。我们还没有在拍子上面，对啊，我没有拍上哎，这个吗？福片打周年庆，在加码总价胜利红利等你刮，立即点餐，大家火速上门。你在干嘛呢？因为楼下一定觉得你很吵。他等一下来上面来，因为我们上次已经吵过他一次，他一定会上来敲门，然后他家就说啊，不好意思，我在用健身环了。去楼下，这边做运动。说我在家里不能做运动啊，你知道 Switch 那个健身房就主打就在家运动啊。你就长，然后就那种很，你知道那种表情。妈妈很活泼，很开吗？好，我觉得我发现这都是肥肉哎，哇！
走那边再举手，走那边。乘走过，乘走，乘走，是吗？走过中间几个乘走，是什么 ？Hello， 成全，晚安。好像都会觉得太快了。没关系，我们大家看下一个 part。那边吧。乘走，乘走过。国。谢谢旅伴分享直播间。等等等等，晚安，家人晚安。谢谢新人送的 love， 家人送的 love。因为我刚肚子叫其实我现在有点后悔当初，也不算后悔了。
就是有点小，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抢票的时候在日本嘛，哦不对不对，就是AKB 的是在10月19吗？是在10月19吧？我有去，我有去。然后我买3600，可能有点小后悔，有点后悔当初对10月19。然后那时候刚好 Jamie 是那个 Hase 总也来台湾，然后可是我那时候在日本嘛，我没有抢到票。对，就是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悔没有抢 Hase 总的票，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就觉得杰尼斯那时候我去看我，可是我坐在山顶，有点后悔坐在山顶，因为对，我想要下去抢彩带。杰尼斯的话能进去就很好吧，没有就是，嗯，虽然是这样讲啊，可是因为，不知道怎么讲，那我还分析怎么操作，因为怎么讲，因为杰尼斯那时候他有走花道，就是如果你坐在前面的话，他就会在你正前方，对，可是因为 AKB 也没有走花道，然后我那时候是坐在侧边吧，2B 还是2A。忘记了 ，EA 还 EB 吧，然后第五排，嗯，就有点远。嗯，谢谢 Joyce 送的石头。EA 吧，好像是。你知道花道堂有花道吗？那你看麦克人。对对对，我就是说那个花道。SEN 就是你说哪一块蛮特别，就是延伸舞台这样，就是。他会走到观众面前的那个边边的那样子，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就在你正前方，嗯。就他会走到侧边去，就像东京巨蛋那样子。那个胡子呢？那个胡子呢？非常的走到。延伸舞台后方，舞台中间，哦。没想到，男团都没有去看过，感觉很赞。就有兴趣看。那不是那种这样讲杰尼斯好奇怪，一直在讲杰尼斯，但是就是杰尼斯就是中间不是一个梯子这样吗？然后梯，然后它的周围也有可以走到的那种。不一定在这边啊，所以就特区。嗯，还是很近，各种朋友。没有，我坐在那时候坐在侧边那个，因为离好远好远。虽然我前面没有障碍物，但是好远。等一下，吃到僵尸了，等一下。Hello， 天天奶团那个时候面，我是觉得呆头飞鸟，老天爷啊，痛啊！
就是这个原来是没有钱。去反应来也是。我也是。僵尸。僵尸不行，它味道真的很可怕耶。刚才跳老人操。你最好用臭味发泄。嗯。如果说我妈人家在跳老人操，哎呀，我不会Lucy Hey Lucy， 比起那价很高，身体健康精神好，规律运动不可少，还是常做健身操哦。等等等等等等好，同学，当当当当，好回来！我的三五二十六年级厉害，当谁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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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不会，闭卷子就是，哎呦 ，Hello Kami， 谢谢阿豆送的枫叶。嗯，我也不会小老师，哎，我很超厉害，我超厉害。康超暖安安，你现在放的那个是第一次批斗的那个，什么是第一次批斗的那个？你渣吗？你渣？脏脏，玩坏的一首歌。什么意思？
放弃不然怎么算是那什么啦看大叔在讨论的版本就好看这个是舞蹈版感觉好难的你放心吧五渣你也要来下吗是哪一个啊First Life 是吗？是这个吗？不是吧。自从看到你在不好好笑，我就觉得你现在就不痛。啊。很难耶，感觉就很难。他上面的介绍写说是 A K B 以来的最难的舞蹈。First Light 是 First Light。嗯，这个吗？新鲜台子啊，应该是这个。哇哦，江边是吗？哇哦。dancer 超帅，中间的 dancer 吗？ OK， 跳舞很厉害。如果有人可以教我的话，我可以挑战。也太高，为什么中间是舞者啊？舞者 center 出道，干嘛不聊？是不是？不行，他已经很累了，他需要很多歌，他今天不是还要去表演？真的舞者很厉害，再见。六分钟吧，先中，这个很长哎，真的很长。这首歌算电音吧，嗯，这首是六分十二秒，想学也是用的。哦，你要跳吗？今天去跳中型车。对啊，超好的哎，好酷哦。
没有老啦，二十七岁不算老好吗？你说你那样子老了，其他人要怎么办？是不是？我重新编曲，我看看。说自己的哦，是是是是。我也会。哈哈，笑死。天哪，这也太难了吧！好难哦。谢谢落日一笑送的乐，真的很帅耶。你要 dancer C 位出道。里面很多成道都没有遇到，真的应该要有点舞蹈底子，像 reset 公演。不好意思，小助理刚打电话给我。有很久吗？小助理打电话给我，他刚去看完演唱会，很开心，然后就说家里有饮料吗？然后我就没有回他，我没有理他。对啊，打电话给我，傻眼了。好了，我要关了。没有，他不是最近，他是看黄伟晋。伟晋。关喽，念个吧。第十名是阿当。好的，第十名是阿当，第九名是变成新鲜柠檬，第八名是 DJ。第七名是空白，用户名不能是空白。第六名是易晨，第五名是朱里恩，恭喜。第四名是傅维，第三名是田中豆丁王，第二名是 Joyce。Hello Joyce， 谢谢你。第一名是落日一笑，谢谢落日一笑，谢谢落日一笑。今天也谢谢大家来跟我猜拳。我答应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先说晚安再关播。好，晚安。晚安。你要口红？如果大家发可以帮我 P 个口红上去。记得 P 个口红。拜拜，拜拜，关了。
发喽，拜拜，我等到他整秒，我是58。